好好说话。喂喂喂，正常，没有正常说话行吗？LNG 加油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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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NG 九号电动战队将在主场迎战 RA 战队。要直接动龙吗？感觉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啊！龙直接喷完之后，想去他动一下辅助，辅助这边睡了。那这个位置能先秒掉辅助呢？直接往后排，后排也被睡了。维卡这个位置被叶兰又给粘完之后，两旁疯狂在 A 完之后能被烫死吗？应该是被烫死了。而现在微微开始化身游龙，游龙莉莉啊，再往前逼了个闪现，金身躲大招。哦呦，这波微微直接在后排游龙了，正面应该是完全回不去了。现在 Scout 开始的收割模式，先拿个 Rampage。那这把比赛我们应该是要恭喜 LNG 啊，先下一城。顶起来，还破了一下仙宫，再下一个闪，还有闪，等 Q 技能，闪现一个头锤，直接拿到 First Blood。回当 T 直接开了不可阻挡闪，就往前顶一下。维克兰这大招搭到两个人，搭的还不错的，能接伤害吗？微微先往后削个大招，直接往后撤。但微微倒地了，这波是个很好机会。RNG 波感觉起势了，大招吸一下，削斯卡，斯卡可也要死。啊！那感觉正面有没有机会可以一波的？